三点时间就坐啊。我现在跟你一样虚了。今天咱们哪个班还巧啊？都是吧，我跟你讲，跟他说一下哈，我把钱给他了啊。我都是。三楼。这是没饭的。这样。想起来还有一半儿就不想。老板，你三碗养鱼一碗，每个人啤酒大约十碗呐。哎，你的朋友上去啊？你这边呢？我上吗？嗯。累了。